Nobi. Iya. You baru naik. You baru naik kuda os opan itu di Spanyol. Ya. Oh. Kau teman-teman kan om? Iya. Oh. Ah. Oh non.他们说我是在是视频嘛，然后我们抽签的时候就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看了太小了，怎么租啊那么多人，哦，我就放弃，我宁愿在外面租。第一批起签的时候，我们有想我是有登记了，结果我们看那个情形，我又看那个契约啊。 不能杀猪，不能吃槟榔，又怎么样？我就不要啊，因为我说，哎，回山上哪是比较舒服，又那么宽，你在那里做什么就讲，我们就讲那样。发水再来了以后，再后就变成那个，现在这个土都没有那个肥料，不管它有没有。 成果啊，有没有长出来？可是最起码这样种了以后，第二次、第三次慢慢慢慢又会恢复。哪一个爸爸水在长？啊，这是爸爸水在长，你叫爸爸水在长。对啊，爸爸水在长的，像这样连看都是。 那时候我们在申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说我会有第二批呢。他们讲是不可能，不要再去想这些啊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上帝不可能丢下我不管啦。我们的图也完成了，海报也完成了，模型都完成了，然后你突然说要改，变更完，我们才确定说哪里可以改。 我知道，当初去年等到现在，可能在这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啊，或是说，其实一直在等，可能每个人的家庭增加的成本也很大。只要看不到的东西，我找找找找找找找不到小孩，一定是变冲走了。一直到现在哦，只要我在那边，我好像有看到以前那个面貌呢。 我好像会看到以前那个房子啊，那个稻田，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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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难那个忘记啊，真的。 生命，给我们人有找不到的时候，很想再找到他，很想再看到。
过年了，公公把公嫂溜溜给溜溜不带耶。那么我们这个特殊生活，多么是来个过百年的苏来嘛的。